903广播剧《欧阳志强》第246集，我话事。建哥啱啱宣布话将会喺温维庄闭路电视之后，大家嘅反应同智能电话发布会啲观众一样，都系哇声四起。唯一唔同嘅系，就系我哋啲反应系真嘅，佢哋啲反应系假嘅。我点知佢哋啲反应系假？个智能电话明明都冇咩新功能，台下点会哇到好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咁先？唔假就奇啦。建哥嗰头讲完第一样，就即刻讲第二样事项，话要大家表态。今次我提议嘅措施真系要大家表态啦。吓，我唔明白，我唔知道做咩。我觉得公司好多时嘅意见都系由上而下嘅，并冇一个由下而上嘅流动。我谂原因有好多种，例如大家唔善于表达，又或者公司嘅气氛令到大家唔想提意见。所以我想成立一个措施，叫 Secret Box。Secret Box？ 冇错。Secret box 顾名思义就是要 secret。 嚟紧 Pantry 将会 set up 呢个 secret box， 去收集大家一啲不记名嘅意见，等大家可以讲下温维有咩做得好，有咩做得唔好，你都可以用呢个 box 嚟畅所欲言。我有问题想问。问啊！我想问匿名俾咗意见，咁又点啊？咁又点？咁公司咪会多啲唔同嘅意见去进步咯。咁 ，sorry， 我意思系净系会系你哋啲高层睇到啲意见。好问题。每个星期五朝早，我哋会开一个例会，将 secret box 入边嘅留言一一读出。仲有冇其他问题？冇嘅就散会。有啊，我都系唔系好明呢个 secret box 嘅用意喺边度咯。其实咧，温维不嬲都系一个有意见唔怕讲嘅地方嚟噶啦。你懒系匿名咁去讲意见，我觉得某程度上系会影响我哋嘅士气咯，仲会加深 team 同 team 之间嘅矛盾添啊。点解会有矛盾呢？这个 secret box 嘅功用就系俾一啲平时因为某啲原因而唔敢表达意见嘅员工去表达意见啊嘛。冇你所讲嘅咩分化、咩加深矛盾嘅作用噶，除非。是你自己想用这个这么好的措施来做一件这么坏的事。首先我不会想搞分化，我有问题我会好像现在这样提出。其次是现在是你假设了大家不敢出声，你都不问下大家意见的。喂，你们敢讲意见的嘛，是吧？是吧？是啊。啊，是，是啊，是啊。是咯。似乎。是得你和你拍档是这样的。喂呀，你们不出声就斩这个 secret box 会硬胎。喂，有没有搞错啊？志强，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呢都好像你这样这么喜欢表达自己，还有这么懂得表达自己的。你有性格啫，不代表人人都好像你这么有性格的嘛。什么啊？还有呢，你不用这个 secret box， 你就可以不用咯。但是你不可以剥削其他人用这个 box 的权利的。又大石砸死蟹啊？怎会呢？你看看现在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反对。咪住先，我有个提议。请讲。我们全个温维一起投票通过这个议案。好啊。平日很多时候都已经没得话事，今次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错过。但是得我一个力量不够的。所有温维的同事，今次温维可不可以命运自决，你们话事。我做我大事，我话我话事，随时能翻天覆雨一次，风声吹过我心知。我做我大事，我话我话事，平凡人一生只有一次，不想知道怎终止。第246集，我话事。欧阳玲是欧阳，司徒志强是志强，建吾是建哥，阿金是阿卿。我是支持志强讲的命运自决的。
但是我很想知道，当一个人提出要进行投票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了胜算的呢？如果你有试过跟志强一样发起自决行动的话，上来我的 Facebook page 欧阳宁酷欧阳，跟我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啊。我重要大事，我话我话事，随时能翻天覆雨一次，风声吹过我心知。我重要大事，我话我话事，平凡人一生只有一次，不想知道怎终止。欧阳志强，一呼一吸，相生相克。